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回去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出去买一点给家里人带的礼物，还有自己和开开心心在国内要用的一些东西。其实国内的亲人朋友也都挺理解我的，说你带两个孩子就不用带那么多行李了，什么都不用买，在国内什么都能买得到，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看运气碰运气，碰到喜欢的就买，碰不到就算，今天挑礼物就随缘吧，主要还是要出去买一点菜。走了，你们自己看看地上乱七八糟的鞋子。不要穿外套，今天不冷。今天确实是一个 beautiful day. It's not that windy. Thank you. Is that Ant Hill? 那个是个蚂蚁窝呀，那里。这段时间好多小伙伴在催一更，说我更新更的少了，说实话确实心已经早就飞到国内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这边确实没有什么太多新鲜的生活可以给大家拍了，也担心大家会看腻，等我回国了之后还有不到一个月嘛，到时候我尽量多给大家多更新一点吧，好吧，会更接触到更多的人，开开心心的外婆呀，开开心心的舅舅呀，还有我的弟媳妇，开开心心的舅妈呀，我们都会住在一起，这些到时候多给大家拍一些吧，啊，大家见谅一下。开开心心，你们中午想吃什么？饭肉，嗯，知道了，嗯，要 noodle， 嗯，想不想要吃汉堡？火锅？嗯，要。到了。好吃吧，吃到你自己想吃的了，一个是饭和肉，一个是面和肉。开心爸爸你也去买吃的吧。这个衣服薄薄的，当防晒衣的话其实给我妈买一件挺好看的，但是她没有小号了。有一些能想起来或者顺便看到买到就顺便买了，错过了就错过了啊。然后有一些机场免税店，如果有时间来得及逛，也能再去买一买逛一逛。你在帮妈咪选吗？有好看的吗？哪一个？嗯？因为 this you will look cute and look like a princess. 啊，好，谢谢你。嗯。嗯。I can think of, I will buy one of these for you. Why? 因为很舒服吗？嗯。谢谢凯凯。妈咪试一下这个高跟鞋啊，不知道现在我还能不能穿高跟鞋，我穿着走一下路啊。我的天哪，高跟鞋都不会穿了，好看吗？ Yes, but I think you will fall down. Like this? 你觉得好看吗？ Yes. 你觉得好看呀？你觉得好看的妈咪就试一下。What size is it? 6M. 啊，你找到妈咪的号了。这个不是你帮妈咪找的那一个啊，没有，这个不是妈咪要的那个尺号，没事的没事的，我们再找找就可以了。哦，这个，哦，亮晶晶的这个，我试一下。这个我脚本来就宽，穿了这个鞋之后啊，脚更宽了。对，这个还稍微好一点，它本来就不是那么宽的。看看，我觉得那双鞋。那双粉色的挺好看的。 It's not that good. Maybe 15块钱我会买。 Have a job and get a lot of money. Maybe I can buy you that. Oh, thank you. But it's not like that. 不是妈咪没有钱，是妈咪没有喜欢到花那么多钱去买，是喜不喜欢的问题，知道吗？喜不喜欢也很重要，有没有钱或者贵不贵也很重要。一直想给开开心心买除了洞洞鞋以外的凉鞋的，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到时候找不到就回国去买吧。你 mean you get Shisha one of those? Shisha think he a basketball guy. 嗯，这个给星星买。And it's a basketball shirt. 嗯，你知道这个23号是谁吗 ？What? Jordan.Jordan? 嗯，确定你自己不要，你只要给星星买是不是？那你自己要买吗？你看看你有喜欢的吗？你的那个小妹妹，那个小 cousin， 穿太大了，她才1岁多。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little dress. 这个看不明白，你看不明白算了，我回去先问一下它多重，然后再来买，不要买错。
Yeah, that's a good deal. 你要试一下吗？哦，好。OK。你喜欢吗？你喜欢看看给你选的吗 ？Which one？ 两个，你随便，你都试一下吧。Too big。你照镜子，你转过去，你看一下，你自己看。Perfect。那你喜欢就行。你们好了没？哦、oh, ，You like it？星星开开帮你选的裤子太大了是不是裤子太大了 Oh no, that's perfect. 星星你要去给开开挑一件啊你换过来吧不知道选哪一个给婆婆两个都买以前每次回去还会给家里人带很多很多的保健品现在都不用、大老远背回去了在我直播间自己我也在直播间下单给他们这个颜色不是很好看，开开穿的话，越穿越黑了。星星，星星，这太小了。那个怎么样 ？Let's try. Yeah, it look good. 就是站远一点。哦、oh, ，好热，车里好烫，是不是？好烫啊！那不星星。推不动，推不动。这个就是美国人超爱，但是我吃起来就像是嚼那个塑胶一样的感觉。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吃这个，开心爸也喜欢吃。这卖个西瓜太会营销了，有维生素 A、B 六，还有 C， 我的天。这个小小一个，1.39元。开开来，你不是要买这个带壳的吗？那选吧，拿一包。给爸爸买一个，给这个给爸爸的，这个买一袋，然后这个坚果这个买一袋，健康的零食。他来了，他来了，抱着香蕉跑来了。开开，我让你拍妈咪，没让你拍 tomato 啊？对嘛，拍妈咪。OK。买三个。这种小青菜都要3-4美金一磅，平时都舍不得买，回国就有的吃了。西兰花可以来2朵，一般般新鲜，就拿一朵吧。3盒猪肉，小心重啊，很重很重很重的。这个意大利的饼干很好吃啊，停不下来。这种带小骨头的，你干嘛？你干嘛？有那么热吗？这种带小骨头的，我们全家都喜欢吃，多买几盒拿着。还能拿吗？来，肥的太多了，拿这个吧，这个，这个没那么多肥的，拿这个。这个鸡翅好吃的，这2盒鸡胸肉。我们买了多少盒肉？开开，8盒肉啊，其实也就一天吃一盒，也就吃一个礼拜，一天可能不止吃一盒。这个 cereal。你确定吗？换一个口味吧，那口味不好吃。这是因为 this， 对吧？你试一下别的嘛，星星。你给星开星星拿啦，拿的肉桂味道的，这是我喜欢吃的薯片、薯条。我觉得越到临近回国，我越开始放纵了。三个人在找什么零食呀、啊？找来找去找不到。三文鱼，来两袋。OK。哎呀，两个就行，还想全部都拿着。哎呀，那个很重的，来，妈咪帮你。哎，妈咪真的很想一剪刀给你咔嚓了。今天是真的热，上车已经是很懵了，一车又买了200多。买菜好玩吗？还是逛街好玩？开始。啊，好吧。开心吧，我们一会儿去湖边骑自行车的话，得晚一点了。得等到天黑了或者天凉下来再去，要不然太热了。到了，下车。哎呀，风太大了。来，我们一人拿一袋。哎，对，慢慢，一会儿就拿回家了。一点一点开始整理吧。哎呀，好了，差不多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